圣哲曼大师讯息：如何运用紫罗兰火焰？我是圣哲曼，紫罗兰火焰的守护者。这则信息是对我的能量和我的本质的介绍。我与紫罗兰火焰的关系最为密切，我想帮助你们大家理解紫罗兰火焰就是你们。它就在你们的体内，它就在你们的周围。它是你们与你们可用的最高频率能量连接的方式。你们要认识到，你们所拥有的一切和你们可用的每一件工具都是你们的一个面向，而紫罗兰火焰则是一个以你们所希望的任何方式协助你们的面向。因此，你们可以用它来净化、显化、疗愈、连接、接触更高频率的存有和集体。由你们来决定你们如何使用自己意识的这个层级，如何使用随时都可供你们使用的这种震动。即使你们很难观想出紫罗兰丝的火焰，你们仍然可以想象自己没入一簇紫罗兰丝的火焰中，或者想象一簇紫罗兰丝的火焰存在于你们的周围，为你们服务，并以它的震动所能提供的一切方式帮助你们。你们必然要与震动打交道，你们必然要与能量打交道，你们必然要把一切都看成是包含震动的能量。当你们达到你们所能达到的最高震动时，就是你们取得最高成果的时候。那时，你们就可以去探索你们能够成为的最高版本的自己。彼时，你们可以观想在你们的第三眼中有紫罗兰火焰，用你们的意念之眼去看它，看到火苗在那里摇曳，看到火苗越来越旺。你们可以在你们的心脏中心，或者在你们的能量场中感受它，认识它。你们可以将任何你们想要的意图放置在其中，并相信紫罗兰火焰知道该做什么。我在这里尽我所能帮助你们。对你们来说，我在这里是作为神圣男性的代表，我代表着在一个物质身体里与源头能量的对齐。我在地球上的生活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够从我身上得到启发，从我所拥有的能力中得到启发，在以肉体的形式生活在其他并没有保持最高震动的人类中间时，能够保持着一种较高的震动。我一直把帮助他人加入我的紫罗兰火焰震动视为我的旅程，我将永远支持你们。我已经在身后留下了脚印，我已经为你们留下了能量标记，好让你们自己去拾取并加以运用。我还在扬声大师集体中保有我的一席之地，这个扬声大师的集体就是你们现在可以接触到并感觉到自己与之和谐相处的存有群体。请一定要呼唤我的名字，向我伸手寻求连结，因为我一直在这里为你们保持着紫罗兰火焰的震动，我随时准备着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为你们提供协助。这就是我的旅程，我的使命，我的目的。我是圣哲曼，紫罗兰火焰的守护者。